埋都係電動車相關啦，咁風利業1772啊，呢個係 Wendy 嚟嘅，咁佢咧就143.9入貨嘅，咁你又點睇咧？佢似乎喺140蚊嗰啲位置咧，可以即係揾到一個嘅支持啦。先前咧佢嗰個走勢咧穿咗140蚊啦，咁比較悲觀啲嘅。咁但係呢轉始終都係嗰個整體嘅大市氣氛好轉咧，從而令啲資金又好似入翻去。同落幕一樣啦，就係、是、喂你首先攞翻條50天線先，你上翻去即係比較高少位置151蚊嗰啲咁嘅水平，151、152左右嗰啲位置，先至叫做咧真係真正全翻穩，即真正係揾到支持。否則嘅話，而家我都會係佢覺得覺得佢嗰個走勢係喺140蚊呢一條頸線嘅支持位置嗰度增持嘅啫。始終咧呢一啲嘅股份咧，即係1772啦，佢嗰個嘅估值唔平嘅嚇，呢、這個要留意翻嘅嚇，佢嗰、那個。現在的市盈率往績市盈率都150多倍的，你這麼高的估值其實有少少就是建基於大家對於你的需求的一個的憧憬，但是都說了你在現在的市況之下大家不是很敢太過壓住在一些比較高估值的股份裡面的，所以這方面呢大家要小心一些，就是它那個的走勢現在這些位置有些尷尬，我想就觀察住看它向哪邊突破先，上面的突破位置150蚊，下面突破位置130蚊，但是個幅度都會比較大一些的，要即是坐穩一點這些位置。不過這麼風利業買得的都預了的，其實是即是比較波動一些的。好，我